新垣结衣主演的日剧《逃避虽可耻但有用》播出叫好又叫座，片尾曲新垣结衣搭跳的练舞更是风靡全日本，不少名人网友都争相模仿。现在 AV 小天后山上优雅也跟上这股潮流咯，在圣诞节时也特别上传自己挑战练舞的影片，可爱清纯模样让网友们疯狂。绑着双马尾、短裙、圣诞辣妹装的山上优雅，虽然包紧紧的，但可爱的模样还是让网友们都融化了。上网留言好可爱，穿上完美，跳得很好，不愧是偶像团体出身的。而这段可爱的影片才一天就有12万多的高点击率，相当厉害呢。You can't